吴庆贵老师是北港在地艺术家，为了推广云林县甲台湾各地美景，用水彩创作这一系列作品，希望好民众会当透过图画欣赏这个风景。这次特别伫咧北港文化中心展出这个图画，邀请乡亲前往来欣赏。以前我请画家去遐办画展。吴庆贵老师向来参观的民众介绍作品。吴庆贵老师是北港在地艺术家，为了推广云林县含台湾各地美景。用水彩创作一系列的作品，让来观赏的民众会当透过图画欣赏这个风景。这届更是受到北港文化中心的邀请，举办各类的展览，邀请乡亲前往欣赏。我这届主题是一个人与颜料的旅程，内容是画一挂咱森林的风景，以及咱北港的。我是北港人，所以我较希望就是讲。借由这个画图，哎，会当来推广咱森林较有特色的风景，吼，哎，也是一挂商店，啊，有机会会当予游客啊，较更加了解咱森林的特色。啊，我嘛希望讲咱的观众会当透过来看我的画展，啊，更加来了解来咱的风景区行行看看咧。吴庆贵老师其实是油画专家，因为发觉一般油画作品对民众来讲较无亲切感，因为大家第一个接受的创作方式就是水彩，所以这摆特别使用水彩来创作，希望增加大家对作品的兴趣。其实我的较专业、较专长吼是油画啦，啊，这届展览全部拢是以水彩为主，啊，是安怎会经水彩？因为水彩来讲比较较亲民，吼，啊，这个。介绍也无，迄、這个材料来讲也无较悬。啊，咱每一个人头一届接触的画图的材料，应该是拢水彩。啊，所以安尼我是讲吼，较会引起咱大家共鸣，啊，较有机会是毋讲来了解我的画图的内容啊，甚至讲有兴趣。为着推广森林的水，吸引更加侪人来到森林来行搭。吴庆贵老师嘛，发起对着画家来森林的行动，邀请台湾各地画家来到森林馆，用艺术的角度来呈现森林之美。我本人嘛是跟着画家去森林这个活动的策展人。啊，我是安奈办这个策展这个画展，我是讲邀请各地来自全省的画家啊来到森林来画图，啊，希望是透过专业画。家的角度来看咱森林的风景，吼，啊，将咱森林的水、甲森林的好来推广甲各地，希望讲会当吸引更加侪游客，啊，来咱遮观光、行行看看咧，安尼。本次展览的展期到8月24号来结束，邀请民众做来欣赏、感受森林之美。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